厨房呢？好冻啊！就是想要买机灵的。嗯，我的尾巴出发，赶去搭车，超冻啊！好耐冇试过天都未光就出门口啦，我哋试过一次啊，又好似冇。冇咯，我记得嗰次我哋去富士山。都系咁。虽然我哋嗰次去富士山都系好早，差唔多六点钟出门口，但系因为夏天啦，夏天四点钟就天光，而家冬天七点左右先天光。其实今次嘅温泉之旅咧，系庆祝天喺日本第一个过嘅生日啦。我问佢有咩生日愿望嘅时候，佢好快就话我要去草津嗰度睇水豚，因为草津有一个叫做草津热带圈嘅动物园啦。呢个一路都系佢好想去嘅地方嚟嘅。咁适逢今次佢生日啦，咁我就 book 多咗一晚温泉旅馆，然之后去草津嗰度过一个两日一夜嘅小旅行。咁今次嘅草津温泉之旅一共分成咗两集，今集就记录咗我哋去咗嘅景点，下集再同大家分享我哋入住嘅酒店同埋草津热带圈入面嘅小动物嘅情况。位于群马县嘅草津温泉真系一个山卡拉嘅地方啦，咁我哋就想喺交通上面悭翻啲旅费啦，所以今次就用咗最平嘅方法去草津。首先我们在池袋站转乘高速巴士去到轻井泽站，再在轻井泽站转乘我们酒店的 shuttle bus， 大约70分钟左右就去到草津温泉了。终于到了轻井泽了，搭了两个几钟车。我们现在就去欧力那边行下先，因为我们一个月之前来过轻井泽，跟住但系就冇去到欧力嗰边，所以今日有少少时间就谂住嗰边睇下。一堆雪嘅，不过得一劈啫。系冰嚟噶。哦，冰嚟。好咯，去行下欧力先啦。最近肥咗好多，唔係好想去浸温泉，肥。咁我哋食完饭之后咧，就终于搭上咗呢架前往草津温泉嘅 shuttle bus 啦。头先都讲过啦，呢架 shuttle bus 系酒店安排嘅。咁有关酒店嘅详情啊，或者呢架 shuttle bus 咧，我哋都会喺下一集再同大家详细咁介绍。咁我哋嘅酒店同汤田都有一段距离啦，大约揸车系要10分钟嘅路程。所以简单执咗啲行李之后，我哋又搭翻酒店嘅 shuttle bus 去汤田嗰边玩啦。依家上咗接巴士，我哋去汤田睇嗰啲叫咩啊？古代人嗰啲将啲温泉水降温嘅方法。不过依家咁冻，应该都唔使降。好冻，真系超冻，变咗一嚿冰，好冻。又系你话唔好讲好冻嘅头先。我见到汤田，好似好靓。系咪呢边？系。
呢度湯田其實就係俾以前啲人咧啲温泉水去降温用嘅。咁佢就一層一層咁樣喺度一層一層一層，即係咁樣流落去。咁嗰啲泉水就可以降曬温啦。特別版啊！你想讲啲咩啊？你想饮啊？有啲硫磺嘅味，简称放屁嘅味。啊，我湿晒啦！嚟草中一定要食嘅嘢系呢个阿姜丸子，系日本人嘅名物，即系呢一个馒头炸馒头，不过有馅。嗯，我咪做咗你嗰个，好唔好食啊？有馅。我依家去紧嗰个神社啊，过了居你要做一样嘢喎。佢除帽啦，除帽啦！究竟佢系咪秃头咧？佢系秃头噶，好冻啊！唔可以除帽。平时啲神社三五点啊嘛，跟住呢个山三点，呢叫八根神社。跟住呢度教你要喺呢个位停低，跟住要敬礼一次，系啊，同埋除帽，跟住就过得啦。形容下依家有几冻？而家有几冻啊？好似行咗入去屋企个冰格，但系有风。我屋企冰格应该都唔冻。嚟山卡拉嘅地方就温泉，一定好正。我对于今日有好大嘅期望。相信大家对于草津温泉最大的印象就是汤田那些一格格和冒出来的烟，但其实呢草津温泉就不只是得那一个圈那么小，其实它有很多小的环街都有一些商店，那些商店全部都是一些原住民在那里经营，他们卖的东西都是很得意，在大城市例如东京是不会找得到的，所以大家有时间记得要留一些时间去走在这些环街。但有一样嘢咧，系要注意翻嘅，就系个营业时间啦。我哋当日行到大约四点钟左右嘅时候，就发现有好多铺头都差唔多要准备闩门，可能因为冬天啦，天气冻，所以休息嘅时间又早多咗一个钟。因为正常嘅话，景点应该系闩五点嘅，咁呢个就记得留意翻啦。我哋食馒头，跟住饮茶，跟住你逼我哋要买佢啲包，咁我而家唔知点算，我觉得唔好食先系重点。点部署又唔系冇食。最后我哋食完成功走咗。系啊，最后咧，我哋趁有其他水鱼入嚟嘅时候，跟住我哋就快快脆走咗。呢个好失感。好唔好食啊？好力，冇得执啊！喺商店街行翻去汤田嘅时候，就发现原来天已经开始变黑啦。夜晚的汤田都是十分之靓啦，佢着晒灯咧系会亮唔同的颜色嘅。诶、呢啲啊，落紧雪啊，肉眼睇其实都几大。
我覺得好吃，我覺得這個是最好吃的。你見媽姐是這個葱再加雞腸。第二日的朝头早，我哋发现去完动物园之后仲有少少时间啦，所以咧就去埋汤田行路过到去嘅西之河原公园。呢、這个公园咧亦都系出咗名，系日本最大嘅露天温泉公园啦。咁佢咧入面亦都系有得浸竹汤啦，亦都有一个好特别嘅传说咧，就系话呢一个嘅公园嘅泉水系负责守护孩子嘅灵魂啦，避免呢啲邪灵去干预啲小朋友嘅，所以亦都被称为冥界河床。去咗呢个西河园公园，超靓咯！好多雪，但又唔系好冻，跟住又有呢个温泉可以浸竹汤。不过我哋就唔搞，因为冇毛巾，好烦。同埋已经浸到就系甩皮，系啊，浸咗两日。呢支咖啡系。呢个位置，但系佢系未过期，黐线。喺公园度行翻出嚟之后咧，个肚又开始饿啦，唔知系咪因为天气冻嘅影响啦。行两步咧就要食翻啲嘢保暖，咁我哋食埋呢一餐饭咧就正式完结咗我哋今次两日一夜嘅草津之旅啦。咁今集咧就系咁多先啦，我哋下集咧会再同大家介绍关于酒店同埋动物园嘅呢两样嘢，都十分之推荐俾大家啦。所以大家记得留意住我哋下一集啊。咁我哋今条片就去到呢度先啦，拜拜。